发起菩萨殊胜正奥经，请大家看经文第24页第二行，弥勒消欲菩萨以一切故皆悉不生，堪为诸佛清净法器，离不下俗，在家出家，住于真实，最胜意乐。咱前面啊，讲到这一段，这个住于最胜意乐啊，真实的意乐，什么是真实意乐？你若了解什么是希望，离开希望就是真实。这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把这个东西离得干干净净，你就自告真实了。离开希望就是真实。这个真实里头有最胜的意乐，胜是殊胜，最殊胜的意乐，这个快乐，咱平常讲法喜充满，法喜充满，真侪人拢会通讲，到底法喜是什么？有可能呢，将来呢，嘛唔知影，也无发喜过。为什么无发喜呢？因为无离开希望嘛。未在这个希望当中。可能咱听经或者讲念佛、诵经有当时呢。真欢喜那么这个欢喜呢，是吃到发喜的一点啊边缘这也不是真正达到这个发喜实在讲也无达到。真正发喜就是真乐啦，得真实的快乐心内呢，永远无烦恼、无忧愁、无牵挂，身心自在，住真实慧心呢住在真实智慧这个顶面未受世间这些烦恼外面的五欲六尘所迷惑未被这希望的境界所迷。那么这个呢，都发喜了这是真实的发喜这就是最胜意乐啦。不为陛下，亦不惊怖就是讲小欲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讲在这大众当中呢，决定无自卑。咱一般讲自卑感有人讲家己自卑感真重无自卑感，也无傲慢也袂感觉讲哦，我值得骄傲我比别人呐拢较高较悬这就变傲慢，也袂自卑，也袂傲慢那么这是正确的一个心态。不惊不怖在这大众当中呢，心真平静，真自在所以叫不惊不怖。离诸恶道，堕落为国永远离开恶道之缘那么恶道的因。因是决定有咱大家拢有无量劫来，迄、那个阿难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从佛的法界一直到地狱法界拢有。虽然有咱唔惊，为什么唔惊呢？
有迄个因，那无迄个缘，啊，也袂结迄个果啦。啊，就是讲有恶道的因，啊，你若无恶道的缘，都袂有恶道的果报。啊，所以因也都爱讲当中有即个缘，所谓因缘果报。啊，立诸恶道呢？初地讲的就是讲立诸恶道之缘呐。啊，就讲缘，就讲这个条件啦。啊，使咱对恶道的这种种的条件，啊，咱离开了。啊，你离开这恶道的缘，虽然有恶道的因，也未对恶道。啊，所以讲都未对恶道。啊，那么未对恶道呢？当然你就免惊讲。对着三恶道，啊，这个怖畏啦、畏惧啊，就讲惊啦，唔免惊啦。知影家己决定不对恶道，无能用白下沉迷国啊，用白就讲你的智慧、你的德能，珠珠连连，像光明同款的片角，无任何。强物件会当甲你抓掉咧，啊，即、这个用白就讲抓着啦，甲你抓卡啊无。纵然你是摆得真假真假姿势，处处是显示假姿势，啊，可是即个明眼的人啊，也是看会出你的光明。一般人伊是看袂出来，啊，明眼的人，啊，伊看会出来你是一个大德。虽然你自己无去表现，但是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伊就看得出。你有智慧光明，人也是看得出来。那么这也是下沉迷国啊，这就是讲你会当下一切利欲。第八句。众魔境界得解脱故，啊，魔境在哪里呀？咱现在生活社会，可以讲整个社会都是魔境啊！啊，魔就是讲把你折磨啦，啊，折磨到让你身心不安，得袂到自在。啊，咱即马仔细甲想想呢。整个社会啊，每天接触的啊，是不是拢在给咱折磨呢？谁人会当躲得过魔掌？魔是啥？魔是明文利用，五欲六尘啊。简单讲，名利啦啊，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一个无在求名利。啊，五欲六尘，你甲看外面这花花世界，啊，五花八门啊，啊，每天有新的花样、新的物件出来，啊，内底甲你勾引，迄对啥呢？迄对是魔啦，内底甲你引诱，啊，你耳孔听的遐流行歌曲是魔，啊，每天呢，啊，这个服装。啊，拢，逐天有新的款式，真流行的。啊，你赚的钱呐，一直去买，啊，钱拢到遐去啊。啊，那么设计师呢，每天啊设计这新花样来引诱你去买。啊，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到尾啊呢，拢互摕去啊。啊，所以魔伫咧多呢，啊，就在咱的周围啊。啊，魔逐天动脑筋，逐天想花样，啊，叫你非常辛苦，啊，让你日子过得真辛苦，赚的钱拢送给他，拢去供养，那就是魔啦。啊，所以魔呢，咱无看到经典讲的这个魔，就想到哦，那可能是一个痴迷了的，啊，人看到就真恐怖，啊，不是那个魔啦。啊，魔呢真好看，啊，大家呢真喜爱，啊，看了真欢喜，
让你心内呢升起七情五欲，去贪嗔痴慢，去这种种的烦恼，那就是魔啦，那拢是魔。啊，凡是呢，让你升起这烦恼，那就是魔境啊，引诱你心内起烦恼，拢是魔境。佛菩萨呢，是让你清净心，啊，袂叫你动感情。凡是会牵动你的感情，拢是魔啊！为什么你会中魔？为什么你会被魔控制？因为你有贪欲，你贪着利用，贪着名闻，贪着果报，这拢是魔王的把柄啊！你把你的把柄啊，交予魔王，魔王就把你牵咧行咯。啊，你都离不开伊咯。啊，如果讲是消欲低足，那安尼呢，魔对你都无法度咯。啊，众魔境界内面，你在这个内面得解脱咯。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这个就较好办了。消欲低足的人，必定是诸佛护念，诸天及人亦当。爱心啊，那么天人呢？天道的天人比咱世间的人较聪明，因的智慧德行比咱人啊较悬。升天啊，那么升到天道去哩，咱知影最低条件拢是爱修上品十善的业道啊。这个修十善呢，爱修这个上品的。啊，上品的，会实现会当升到天道去哩。那么这是讲欲界天啊，爱修上品实现。啊，欲界国去哩呢，这个色界天呢，爱修禅定啦。啊，不但爱修上品实现呢，也都要加修禅定。啊，搁再修四无量心。啊，安尼才会当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哩。啊，所以天人呢，为欲界天以上去哩，这天人的智慧道德，比咱人间的人管得太侪了。啊，因的修养啊，比人管得真侪真侪。啊，那么这诸天呐，啊，这天道的天人，啊，依据咱人间的人，拢会当看得出。啊、这个初学的菩萨消欲低足，这个、天人拢真尊敬啊？为什么呢？因看得出来嘛。依诸禅定离不染着诸边际国啊，那么这句就更加高的境界。不但说法灵舍，佛法也不贪爱，这就对了。啊，就讲世间法无贪，出世间法也无贪咯。所以在禅定，伊也不染着，啊，袂去贪这个禅定。住边际国，边际一般就是讲中道，啊，也当住中道。其心即得无有欠缺。以五欲中亦不放逸，见其过果。啊，菩萨的心正直，啊，直直就是菩提心内面的直心。维摩诘经上讲，直心是道场。起信论内面讲菩提心，菩提心之体就是直心。啊，伊起作用就是深心、大悲心、心地。正直当然无欠缺，啊，就讲伊个心嘛，袂安尼弯弯翘翘啦。啊，这个欠缺，啊，就是不正直。啊，即使在五欲之中也不放逸，啊，在这五欲六尘当中呢，伊也袂放逸。啊，五欲就是指咱日常生活，在顺境啊，生活真舒适的时候，伊也。未放逸，也会当精进，
为什么？伊知影这个五欲之故啊，这个五欲的过犯啊，伊知影。所以对于五欲的修养，伊可以做到无贪着，未贪啦，这就对了。第十三句，如说修行令诸圣众，这一句是咱四众弟子一生当中修学成败关键。咱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道业，就在是毋是会当如说修行。佛教予咱，教咱做的，咱认真努力去做；教咱不可以做的，咱决定卖做，一定爱如说修行，这就令诸圣众了。圣众前面有甲诸位讲过了啊，这都无够再重复。末了一句，当欢行者亦当爱乐啊，当参道友，当欢行者亦当爱乐，这就是一个和合的僧团。为什么今日僧团不和合？原因是大家贪多利用果报，特别是贪着利用，贪着利用彼此都利害冲突，这就是破坏和合。如果咱会当下去明文利用，六合敬不然，六合敬的僧团。那是真正得诸佛护念，一切良天善行护持，破坏这个僧团最重要的就是利欲，贪着名闻利欲，所以僧团被破坏了。佛在此地甲咱说明，远离利欲过失，有这十四种的利益。下面是总结秘律。六有菩萨智慧聪明，以此功德能如是低。佛所讲的，伊拢会当理解。以性易乐，当下利欲。以最殊胜的易乐，从今之后，从明文利用放下了。以性易乐，助于消欲。殊胜的这个意愿。从今以后，真正学消欲知足，为断贪爱而发起故，这真正会当帮助咱断三毒烦恼。这是从利用过失的一段啊，到这讲完了。下面这一段是第十二段啊，教予咱观察气恼过失有二十种。气恼呢，就是欢喜热闹啊，就爱闹热啦。欢喜热闹呢，啊，这后二十种的过失也不得了。啊，这拢是咱一般人情之所好啊，一般呢啊，大家喜爱。但是呢，对于道业会造成严重的障碍啊，请看经文。你是弥勒菩萨，别复言。世尊，温和名为气恼中故，六观察时，菩萨独处闲静，不生念恼。复言弥勒，初业菩萨应当观察气恼过失有二十种，六观察时，令令菩萨独处闲静，不生念恼。弥勒，温和名为恼于气恼二十种故，一者不合身业，二者不合语业，三者不合意业，四者多了贪欲，五者增长无耻，六者沉着世话，七者离出世语，八者以非法中尊重修习，九者下离正法，十者天魔破损，利得其变，十一者以不放逸迷障修习，十二者
以放一行上怀念着，十三只多珠格冠，十四只顺剑多门，十五只不得禅定，十六只无有智慧，十七只速疾离得非诸幻形，十八只不爱依佛，十九只不爱依法，二十只不爱依经。密力是为菩萨，关于开脑二十种故。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是在说开脑的故事。你是密力菩萨的佛言，世尊这个时尊密力菩萨还在请教释迦牟尼佛说，世尊，为何名为开脑中故？六观察时，菩萨独处现前，不生念恼。那么这就请教佛了。讲什么呢？是开脑中的过失。你来当仔细观察，就是这个观察，就是讲你把这件代志看清楚了。看清楚呢，咱一般就讲看破了。看破就讲，这个代志呢，事实真相呢，你看较真清楚啊。看破之后，你才肯放下，你才欢喜放下。放下之后，你就得自在了，你就得独处闲静，不生烦恼了。就讲该一个呢，在清净的所在呢，你也袂生起烦恼。这就是自寂静法了。佛告弥勒，初阶菩萨应当观察开脑过失有二十种实际上，这无边过失是无量无边。佛是为了讲话方便起见，甲无量无边的过失归纳为二十类，这咱一定要知影。所以讲呢，这过失偌济，唔是讲干那二十条啊，尔啊，咱来安尼看都错啦啊！就讲每一条内面呢，伊涵盖是无量无边啊，那个开展出来呢这就真多啦。但是归纳起来都是这二十条二十大类那么这二十条呢咱看起来都是这个真多啦。六观察时，令令菩萨独处闲静，不生烦恼那么佛教就密力了，佛教密力菩萨就是在教咱大家就是对咱大家来讲，讲密力温和名为熬以溃闹二十种鬼那么这个就是讲你真欢喜这个烦恼你感觉这真快乐。这是咱一般世间人拢是有这个情形。其实这个来头过是太侪太侪了。下面呢，甲咱讲：一者不好身业，二者不好语业，三者不好意业一开始呢，甲咱讲三业：身、语、意，三业。世尊在《无量寿经》教咱修行的总纲领伊讲善好口业不计他过，善好身业不失如意，善好意业清净无染那么，咱修行就是爱修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清净。这是基本的。那么这大家呢讲你若是爱开脑这个三业你就无法度去护持咯。这个护有防护意思，防就讲预防啦。你无法度护这个三业，三业护未掉，那么就未清净这三业就不会清净
啊，所以讲你这个啊，这个产业啊，无好了啊，所以到热闹的地方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凡夫啊，即大家呢，咱经文爱看清楚。佛告弥勒，初阶菩萨应当观察慧恼过失有二十种。初阶菩萨就是讲，阿无断烦恼，阿无破无明，初发心的菩萨。啊，像咱啊，在家出家，你若去修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就是初阶菩萨，啊，也是凡夫。那么凡夫呢？你若去热闹的场所，你三业就收袂掉啊！啊，去到这个所在，去到这个场所呢，马上起心动念嘛，啊，你心就随迄个境界转。啊，如果你是啊，真正在修行啊，在修道。啊，去这个热闹的所在呢，心马上就叮当。啊，这个时阵啊，该爱警觉，啊，爱赶紧走啊，紧离开。啊，袂使阁再去，啊，阁去你就坠落了。爱远离啊，啊，远离这个境界。啊，这是讲对初学啊，初阶菩萨。啊，初阶菩萨就无这功夫啊，无这定功啊。啊，去到遐就随人转啊。这个大菩萨因有功夫的，啊，那么对这经常讲的慧行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因就无差啦，因未受影响，啊，因可以，啊，因底下在修行，啊，虽然在迄个境界当中呢，伊三业清净，一丝毫都未受染着，啊，人是在修行。咱这个初学的菩萨未用啊，无这个定力啊，一到遐去心就乱掉去了啊。这个是爱知影啊，所以爱知影咱现前咱的程度啊。这是针对呢，咱这个初阶菩萨来讲啊，咱功夫还未成就以前啊来讲的啊。比如讲，咱念佛功夫还无一心不乱啊，这个时阵呢。啊，这个场所上好卖去啊！等到你若念到一心不乱啊，你去未受影响，啊，就无要紧啦。第四呢，啊，释迦多了贪欲啊，了是空了啊，这意思就是讲增长贪欲啊。为什么增长贪欲呢？因为咱这个烦恼啊，也无断掉。啊，无断掉，咱无看到这个境界，这个贪心未起来。啊，那么就接触到这个境界，贪心又搁起来啊，马上就起来。啊，所以呢，一多了贪欲，啊，贪欲心会起来。莫食增长五趣啊，那么这个贪嗔痴起来呢，当然就是连带嘛。啊，贪过来的嗔，过来的五趣。不是食欲贪嗔痴，是增长贪嗔痴啊！啊，增长烦恼。六者沉着世话啊，世话就讲世间人讲的这话啦。你所跟人讨论的拢是世间话啊。什么是世间话呢？跟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关的这话，拢是属于世话啦，世间话。啊，那么一尴尬呢，讲这世间话，你道业就下离了，啊，心就不在道啊。七者离出世语，啊，出世间的这个道理呢，都无了，啊，何况是这个言语呢？啊，当然啦，未去讲这個佛法啦，出世语呢，就远离啦。那么一尴尬呢，啊，就是爱讲这社会啊，这世间话。八者以非法中尊重修习，什么叫非法？
非法都是不是正法，不是佛法。非法就是增长三毒，增长贪嗔痴，增长十恶业。在这个场合当中，必定是为境界所分修，或者境界转移，转去呢，这恶业增长。所以初学的菩萨啊，这个选择修学环境啊，真重要。为什么呢？心随境转嘛，心随着境界转。咱这个心要随境界转以前呢，当然咱修学的环境啊，要有所选择啦。多一寡场所会使去，多一寡场所袂使去。袂使去的场所尽量避免。这是咱初学菩萨啊，一定是。要注意的道者下离正法，正法是念三宝你看《弥陀经》里面讲念佛、念法、念经、念三合、念六道，这是正法。正法下离，非法增长。十者天魔破损，离得其边你欢喜热闹。这个天魔破损看得好，然后代志真多呀！时时刻刻呢，制造一挂热闹的这个境界来引诱你，让你袂当得到禅定，让你袂当得到解脱。安尼魔啊，伊就得其变啦。所以讲魔得其变。十一者，以不放逸，未暂休息。不放逸就是恭敬谨慎这个念无咯恭敬谨慎这个念头无咯无就是啥放逸啊。十二者以放逸行常怀念着放逸就是真随便真放任这一种情形当然增长。十三者多住觉观这是前面讲过，初念叫觉，细念叫观觉观就是杂念、妄念，拢障碍禅定，障碍清净心。十四者顺见多闻多闻是对文化来讲的，是对智慧来讲的，也就是你。智慧减少了，逐天减，不是智慧增长，智慧损减，损失，减少去，智慧呢，逐天损失，逐天减少。十五者不得禅定，十六者无有智慧，前面多闻讲智慧，此地十六条又加一个智慧。智慧有根本地，有后得地。咱在经中常常看到一切地地这两字并无同，也不是重复拢是讲根本地与后得地或者讲宽地实地，这个讲法无同款，意思拢相同十七者速即立地，非诸凡行，即一句咱会知影。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患这个毛病太多了，速即立地就是讲希望赶紧得到现在人所谓是求新、求进、求变，这不是佛教给咱的。这款的心态，注意个想法嘛，就以清净心相反跟清净心倒变啦。学道的人学啥？学清净心因这人啊，要求新、求变、求进，能不能求到？甲注意讲，求袂到的伊所求到的后面有严重的副作用。为什么？不是真实智慧，这是古早人所谓欲速者不达，
啊，想要赶较紧嘞，反倒转来颠倒慢啦。啊，所以即大家讲速即而得，啊，就是讲真紧都要得到啊，即非诸幻形啊。啊，佛甲咱讲啊，即毋是幻形，啊，就是违背了幻形，啊，违背清净心。真正智慧是从清净心产生的。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假性实相。啊，古早人千百年的历练，言语真实可靠。啊，现在人求新、求进、求变，后来是什么结果？啊，咱无看到。啊，到底是好还是无好，未当断定。啊，所以像佛菩萨的言语，佛的教诲，啊，像祖师大德的讲法，仔细去观察，你才会当体会到，啊，伊迄个内头有真实的道理。啊，应当信受奉行啊！啊，这个下面第十八啊，十八者不爱依佛。十九者不爱依法，二十者不爱依经，不爱就是讲远离啦，远离三宝。或是降恶意思，伊袂咯。啊，这是讲伊不爱依佛。啊，这个内头意思真深。啊，咱袂使看唔到去。啊，特别是在家学佛的同修，现在出家也无两样，啊，欢喜呢，去设这个闹热的场所，啊，那么一方面呢，去设这闹热的场所，啊，手还是提一个念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讲伊去闹热的所在，伊奈不爱依佛呢？伊嘛是咧念佛啦，但是呢？嘴是在念啦，那个心就无在念啦。啊，心呢，和遐五欲六尘迷去了，眼鼻舌迷了，耳鼻舌迷了，啊，扣在念佛啊，也袂用的啊。啊，遐毋是真的，或是觉的意思。你若已经迷离不觉了，啊，遐就叫做不爱依佛啦。法是净的意思，啊，你已经邪离不净，净是清净的意思，你已经念离不净了，啊，所以形式上你也是三宝弟子，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三宝了，啊，你的心离开了觉净净，啊，你已经念着念邪迷，啊，那就错了，啊，这个意思是在这。啊，就是讲，这个心嘛，已经违背三宝啊，所以这个合片呢，拢总是二十种的过失啊。密力是为菩萨关于困恼二十种故，这是佛甲咱讲二十种过失。那这是咱在生活中啊，咱家己时时刻刻啊，哎。精神爱提高境界啊！安尼呢，咱修学啊，才当成就啊。就是讲，障碍咱修清净心啊，这因缘呐，咱一定爱避免啊。后面呢，这个经文是吉祥啊，这个吉祥是重祥。啊，重相就是用这个吉祥的方式重复啊，将前面讲过这个长行的经文啊，再重复讲一遍啊，这就叫做重相啊。咱个念一下啊，你是世尊重说吉言，下离诸贪嗔，不住于困恼，若有专注彼。是故不应作，交慢及觉观，皆由困恼生。
怀行无盖林，清谈以溃脑，牛人咬舌论，退食第一义，放逸多角观，事故不应作。比丘下多闻，言论不如理，损减诸禅定，上师为世间，沉着思维者，何得以直精？其心上善逸，应离以正观，速得非凡行，宣杂无疑减，亦不沾爱佛，及爱于圣众，弃舍利欲法，沉着非法言。我上下千心，知分及挑拨，为求无上道，闻法无厌足，是诸非法人，消闻便厌舍。我是作国王，为求四故基，车主及财宝，色界令失意，何有以地者？你不肯听法，我想下一切非法之戏论，为以逼千劫，难得解脱故，你定应心乐，自求微妙法。若后以解脱最成功德者，世间诸事业，皆所不应闻，以实无胜利，亦不证涅槃。当清谈最胜，先来诸比丘应复作令座，何说诸法要？人心甚难得，随分行别法。托相及禅定，你应如是问。如来入涅槃，依法当怀别啊，当灭怀。比丘多放逸，傲将起现精，为饮食利用，昼夜啖舍话。牛人以梦中惊怖而飘逸，自知多非凡，当对三恶道。应生欢喜心，独处以现积。六在阿难六，自求无上道，不应见人过，自为最尊胜。教诸放逸本，莫轻下夺人。必以义法中渐处而解脱。比丘虽破戒，深信于三宝，是者解脱因，不应见其故，摧伏贪嗔难。目经以放逸，如实法应你，是故不思说。若清净比丘，视他人过失，是罪非真实，不明修正法。如你修行者，当须自观察，求道诸比丘舍离恶言论，常以欢喜心，独处以现精。啊，大家是一大段啊。那么这是中上啊，中学前面经文。你是世尊中说机缘，舍离诸贪嗔，不住以溃恼啊，可见得。溃恼是真容易引起贪嗔的烦恼啊，引起这贪嗔的烦恼啊，尤其即马啊，像社会上有真侪即个娱乐的场所啊，即、这个电视啦、新闻报纸时常报道啊，发生代志啊，发生口角啊，甚至呢闹出人命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溃恼啊。引起，所以爱避免。若有专注彼事故不应作啊，就讲啊，你那是专注啊，这个心里头注定讲，心里头常常存着这个心，心内有贪心，有嗔恚心，那安尼这是过失，这是不应该做的。交办及各管。该由溃恼生，怀行无盖林，清谈以溃恼啊！清谈念恼，欢喜念恼啊！佛在此地讲了，这都是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必定远离
啊，即使待在即个环境内面，伊也决定袂染着，也决定袂赞叹。啊，搁再看第三首，《牛人傲世论》退失第二。啊，欢喜这世间的言论，啊，这个言论包括了学术，包括了文艺，啊，以文艺这方面啊是上多，啊，像这个诗词歌赋，啊，大学内面拢特别开了这课程，啊，佛法内面讲啊，这是世论，啊，世间的言论。当年啊，在东晋的时候，咱正宗初祖远光大师在庐山建立第一个净土宗的念佛堂。当时议会啊有123个人，大家斗阵念佛共修。迄个时候有一个大文学家谢灵运，甲远光呢真熟啊，真熟识。希望啊参加联社啊，伊也要来这个联社啦。但是弯弓拒绝，无好得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伊欢喜这世话啊，伊欢喜做这文章啊，欢喜作诗作词啊，欢喜这个诗词歌赋啊，这物件呢心未清净。啊，爱这物件心未清净。弯弓就惊讲，这些人大家在念佛啊，要求生西方啊，伊来这呢吟诗作对，诗词歌赋，惊影响大众的这个清净心，所以呢，就拒绝伊入来莲社啦。那么这在历史上啊，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啦。啊，那么这就是讲。伊爱这世话啊，世间的言论。放逸多觉观，是故不应作啊，这也拢是过失啊。欢喜世论，放逸拢是过失啊，无应该做。比丘下多闻，言论不如理。尊见诸禅定，常思维世间，定着思维者，何得以寂静？其心上善意，应离于正观。这两首教给咱，特别是出家人一定，这个下多闻。你看《四弘誓愿》里头第三句啊，明明是教咱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大家呢又叫咱下多闻。是不是有矛盾？甲谁讲呢？无啊！你也知影，此地是对象讲的啊，对初业菩萨讲的，初学的菩萨，初学菩萨，你的定力还无成就，智慧还无开，你得一门深入才才对。如果你是慧行菩萨，迄都无同款咯啊！迄阵啊呢，佛陀叫你，你爱去。讲学多闻啊，啊，所以《四弘誓愿》这四句，可以讲是咱行文最高指导原则啊。但是袂使甲看错、看颠倒啦。第一呢，叫你爱先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爱先发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愿。为什么爱先发愿呢？你若无发愿，后面这三条根本无希望。啊！你想要断烦恼，无可能的代志。为什么呢？你念念想家己，要哪会当断得了烦恼呢？自私自利，迄个念头放不下，啊，拢是为家己，这都无法能断烦恼。所以呢，佛叫你先发愿，卖为家己，为度一切众生，念念度一切众生，以这个为基础。念念想一切众生啊，这个我执都未记的了啊，这个方法就真妙啊！我执不断，伊家己都无了啊。决定袂使为家己着想，
决定袂使为家己小道场着想。啊，念念拢爱想着尽虚空遍法界，念念想着一切众生。啊，所作所为为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就甲佛甲大菩萨的想法完全相应了。以这个为基础，去断烦恼，你烦恼则断的干净。烦恼断干净了，智慧开了，啊，智慧开了后呢，则学法门。啊，迄阵来学法门就紧了。智慧无开，学法门不但时间真长，而且可以讲你决定不能成就。你所学遐物件，拢毋是正知正见，毋是佛知佛见。啊，毋是佛知佛见，什么见呢？邪知邪见，错误。清凉大师讲得真好，讲有界无形啊，迄个形是啥？是断烦恼。界是学法门，无断烦恼学法门，后来结果是啥物？增长邪见。你学得愈多，你邪见就愈多。你学得愈深，邪见就愈深。换句话讲，将来结果是增长对路啊，不是出离。这个一定要知影，初业菩萨一门深入。讲言论不如理啊，就是不如理，就讲不如佛的教导啊，无如理如法，必定有障碍啊，这是障碍的得上定。上师为世间，这个世间法，世间法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你若是担着，你心内头念着，啊，你也常常去想去念，也唔肯放下，何得以寂静啊？啊，这个寂静是禅定，是清净心。啊，就是讲，你既然也无放下，你本来当得到。清净心呢？啊，咱念佛什么时候得一心不乱？啊，什么时候你的梦想杂念拢下掉？啊，你就得一心不乱。啊，有一个梦想啊，一心不乱就得袂到。啊，我什么梦想拢无啊？啊，我希望得一心不乱。啊，我希望得一心不乱，这念头嘛是妄想。啊，这个妄想就障碍你得一心不乱。啊，所以呢，把迄个得一心不乱的念头也爱下掉。啊，什么都无，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安尼念念久，自然就一心不乱了。啊，所以呢，想要得一心啊，想要得一心不乱，常常呢，这个念头伫咧，这个念头就是你得一心不乱的障碍。啊，这个道理爱办啊，所以爱蔓延放下啦。啊，这蔓延是譬如啦，就讲咱心内所有的啦，啊，所有这念头拢爱放下。啊，只干那存阿弥陀佛这一念。安尼才会成就。其心上善业啊，善是善乱，又是放逸啊，善乱放逸，应离于正观，这个正知见就未现象。啊，搁再看这个其相，一共是有24首。第六首速得非凡行啊，这就讲一般人心内求进求新啊，这是错误的，唔是正确的。啊，想个急去啊！啊，这个急错，唔是正确的观念，这唔是凡行。选择无意见啊，选择是电脑杂乱，这个失仪啊，失去检点啊。啊，咱一般讲失态啊，亦不沾爱佛，及爱于圣众啊，这就是远离三宝，不爱就是讲远离三宝啦。啊！依三宝呢，愈行愈远，弃舍利欲法，贪着非法缘
啊，利欲法是正法，这是诸佛菩萨教导一切众生的。下面讲我上下千心，积分及跳拔，为求无上道，本法无业障啊。这个四句是世尊为咱举例说明的。伊老人家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为法下心，这一段故事在涅槃经上。佛在因地行菩萨道，为求半修机，立下转心呐、啊！这就是讲我上下千心，积分求及跳拔啊！这个积分就是讲一部分呐、啊。啊，下这个心，或者是手，或者是脚啊，这是一部分。头目脑髓违法不修心病啊！这个公案啊，古代的常常引用。啊，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啊。这个故事啊，咱在此地都啊，免讲啦啊。这是说明菩萨的求法的时阵，是以法为重啊，性命为轻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劝咱呐爱重视这个佛法。释迦牟尼佛呢，在行菩萨道的时阵呐。为着四句机啊，宁可舍家己的性命啊，可见呢对这个法的重视啊。施主非法人呐、啊，消文便厌舍啊，便厌舍这是感叹的一句话啦。就是讲有一挂初学菩萨，把家己性命看得真重，换一句话讲呢，轻视了佛法。啊，听一点啊佛法呢，伊就厌倦，就下去了，就无爱搁再听了。啊，袂当永命精进啊，是这个意思。一首呢，又搁举一个公案，也是世尊在因地上的代志。伊讲我昔做国王，为求四故机，车主及财宝，悉皆令失意。啊，这个故事是出在。《玄武经》里面，在《玄武经》第一卷啊，佛在因地做国王的时候，迄个时候，伊的名字叫做修留伯王，也是为了求一首机啊，真正是佛法难闻呐！啊，要闻一首机都不简单呐！啊，伊迄首机的内容啊，就是。一切行无常，生者皆有苦。我因空无常，无有我所。啊，为着闻这首偈啊，啊，伊安尼下这个车主在步，啊，所以伊真正轻下。何有以智者而不肯听法？啊，讲哪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唔肯听闻佛法？这就是说明佛法是真实之宝。啊、世间所有一切财宝，拢是真实的。充其量只会当帮助你生活上一点啊方便，在物质生活一点方便。可是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生死大事。世间所有一切财宝，未当解决的问题，佛法会当解决问题。啊，有人听一座经，就是听一处。甚至于像世尊在因地上一首偈啊，甚至半首偈两句，伊真正听明白了，就当帮助伊了生死出三界。所以佛法称之为宝，就在此地。佛称之为宝啊，佛灵说经称之为宝啊，经就是给咱做榜样、做模范啊，这才称之为三宝啊。有智慧人。对于三宝重视啊，哪有听经唔肯来啊？有听经的机会唔肯来呢？啊，无这个道理呀、啊。